唱的比较含糊一点了，所以那个主要是在讲一个事情，就是刚好做到一个很诡异的梦，就是梦到那个，那个梦很神奇哦，就是那个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，反正我就在刑场这样的，然后我前面一个人就我在排队等死，知道吗？然后前面那个人那个准备要赴死，然后我就等，我就是下一个，然后我就看到他头掉下来，我就好看好的，然后我后来就想说，好，这个时候我应该要做什么事情，比较有建设性。然后我在想，就是对，然后我就醒来了。我醒来之后也在思考说，就是如果是在那个时间点的话，就是应该要做什么，对不对？写了这首歌，觉得就是万般修理的时候，就是像要放下这样子。各位好帅。好，这是一首想不到歌名的歌啊，所以那个歌名乱想的，是一首那个睡不着觉，然后早上六点多的时候写。用笑容相送，眼泪融到。